你见过天使吗？什么天使啊？你凌晨4-5点你把我喊起来，就为了跟我说天使？不是的，之前你带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也教了我很多东西，所以今天我也带着你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在白天做，非得搞得你看现在几点，凌晨5点多啊。只要是这个时间段他们这些天使都在，过了这个点他们可能就白天的话有时候可能就不在了，走嘛。你跟着 我真的服你，你早说嘛，我多穿一件衣服嘛。我走吧走吧走吧。川哥，嗯，看到没有，说的可爱的天使。我就是你少一份早餐，还有一个冰淇淋，然后还有一瓶洗衣液也送给你们。哪个单位的？我们不是哪个单位的，我们就是看见你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这个城市做出贡献，然后我们呢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，一点的心意啊。没事没事，好辛苦了，祝你身体平身体健康。哎，你慢点哈，开车慢点，走吧，前面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好吧。没事了，拜拜，你慢点哈。那边还有一个叔叔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那我们过五八一号买生意费。哎，好好。早餐，想到你们没有吃早餐，就给你们买了一点早餐，一点米，还有一点洗衣液。感谢你，感谢你们对这个城市做出的不少的奉献。对安全啊，叔。而且看不出来，你还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嘛。这就是你教我的呀。我教你的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没有这样做过。今天确实受教了。还有一点，然后就把它沟通出去吧。有你们的默默付出，才有我们这个城市的美丽的一面。同时呢，非常的致敬你们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你慢一点，注意安全。阿星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说的有意义的事情。不过呢，
确实很有意义。其实应该表扬你做得非常的棒，然后以后的话有这种事情你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多准备一点东西，然后去看多看一点人嘛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吧，现在这么早就把你叫出来了。对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去，然后送你回去吧。一群平凡的人，一份平凡的工作，他们满身灰尘，却换来城市的一尘不染。向每一个天使般的叔叔阿姨致敬，你们辛苦了城市美容师。